还敢偷袭我，太不拿我当回事了吧。两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僵尸啊。埃及僵尸三人组，这是什么情况呀？我不过就是想在这锻炼身体嘛，这是影响到僵尸王国了。哎，算了，先消灭这些僵尸再说吧。你们三个埃及僵尸了，前面是我轻敌了，接下来我可不会让着你们了。相互帮助是应该的，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，要不然一会儿再出现僵尸，我们可就没这么幸运了。对对对，你说的对，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